声音关小声一点啊，你会吓死人哦！你知道给我吓死是不是？这样可以吗？不要太大声好不好？按你就好啊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真假的？才刚开而已就确定卡，不可能的事情啊！绿色线呢？网路便秘了，真的假的？中间在转圈圈。可是我现在看是正常的呢，还正常吗？有了吗？确定？确定？确定？稳定了，好，稳定了，我们开始啊、哦。啊，这游戏不知道为什么翻译要叫做《甜蜜的家》，可是好像叫做《家怨灵缠身》才比较适合翻译啊，比较有点合适它的翻译的名字啊。啊，英文名字叫做《Home Sweet Home》。啊，有回来了哈 ，OK OK。啊，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游戏到底多长啊，反正我们就玩完之后再把它做成记录档，剪一剪，放到上传给还没看过的人看，啊，让他们吓到吃手手。吓死他们，知道吗？光听声音就很可怕。功课还没写完啦，没关系，没写完看记录档。而且你看这个游戏 loading 也超久的哦。我现在不是电脑烂哦，它这个游戏虽然在 demo 的时候玩起来就是画质很优，然后很漂亮，虚幻引擎是做的很实在，但是重点是它相对的读取也是要很多。你看它的 loading。Loading 要差不多五分钟吧，没有啦，这个大概三分钟左右，也是很久。我是不知道他是之后都是这么慢还是怎样，反正玩看看嘛，都已经花了430块的样子，430块，哦，打一下呢，430块，啊、哦，吃个饭镇定一下。黑乐也有直播，真不知道是看谁，黑乐也有玩这一款啊，哇，他居然胆子变这么大了，哇！Babe, wake up. Babe, 起来了，亲爱的。It's late, huh? You have to wake up. 已经迟了，亲爱的。Getting up. 还来不起来了。啊，起来之后再也起不来了。简，奇怪，英斯路的简怎么来到这边来了？昨晚喝多了。Where the hell am I? Where the hell am I? 他这跟 demo 刚开始是一样的、欸，不知道自己在哪里。按 tap 是看笔记本，然后滑鼠移动上下左右是看来看去的。OK， 好，这个手这个动作还蛮流畅的、啊。这可能很熟练哦。啊，这个上下摆动的动作他很熟练哦，不然怎么可以这么的顺这么的利落呢？难怪右手这么壮。哎、欸，你们看会不会卡、啊？现在60张应该还可以啊。边吃边看啊，真的吗？我看一下啊，退出是 tap， 选择是 EQ 是返回。哎、欸，他可以做别的。哦哟，这边还有可以使用的物品，收集的道具，捡的日记。好，好，西式蹲下，又跟之前一样没有变啊。捡起手电筒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不用手电筒？我捡了。我捡了他手电筒没有出来啊！哦，按 F 啦，太久没玩忘记了。搞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我会醒来？我在一个破旧老房子里面，我被带到哪里去了？各位，而且怎么会卡顿呢？为什么会这么累格？哇 ，Elephant， 大象，好、哦、大象不用嘛，大象。目前没有卡，很好。这跟之前一样，跟之前 demo 一模一样，没有变啊。不要开奇怪的声音好吗？哦，捡到了一把钥匙。啊，现在是这样，为什么捡了一把钥匙还可以360度啊？这么酷啊！这是给 VR 在玩的，是不是？
好，我们捡到一把钥匙了。按 tap 还可以叙述一下。还可以转动。我怎么觉得有点怪怪的啊？好，退出。总之，我们拿到了一把钥匙。好，报纸1996年9月28日。然后呢？大学生神秘失踪，来自曼谷一所知名大学的学生已经失踪了2天。失踪前的行为，失踪前的行踪为学生因为腹部剧烈阵痛，哦，就是大姨妈来了嘛。详情翻到第15页，怎么翻到第15页啊？好，好像就只能这样子。哎，我们把报纸拿走了。好，开个门。我觉得应该跟之前差不多吧。欸，他这次正式版，他的外观的这个物化做的好模糊哦，是故意的吧？故意让气氛更恐怖哦。啊，哎呦，嘿，you 就是你，请不要再犹豫，请假装。徐福特是跑。明明动了心 ，OK， you 就是你，请不要再犹豫。我们玩个游戏，怎么卡这个游戏？是因为我冲太快，它的lag吗？算了，就给它卡吧，不管了。门关起来了。虽然它这个画面做得很棒，但是虚幻引擎做的有一些那种。妹妹嘎嘎没有做好，还是会卡顿，我觉得啦。看到那个女人 ，Hello， 到底去哪里了？到底去哪里了？会闪现，一紧张就会开始有这个反射动作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。平常用这种方式安抚自己的心灵吧。嗨，好靠腰啊！欸，他这个大姨妈做的比之前还要更大了欸。他 demo 版本的大姨妈还蛮小的，他这次的大姨妈还蛮大的，非常好。欸，后面都是血。我知道用这种方式缓和情绪了吗？算了，先走了。No。没事吧？这个男主角有病，你知道吗？一紧张就开始玩他的手了。哇！哦，这我知道。Hey，listen。What the fuck？ 哦，差血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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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酸酸酸酸酸。盖指定了。先躲。冷。又卡住了，真的假的？啊！等一下，我稍微重新调整一下。现在线路就正常吗？我看一下，没错。其实我跟你讲，这个妹子啊，欸，她手上拿美工刀，欸，哎，觉得这个妹子如果还生前还活着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蛮正的。啊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重开的速度快到来不及上厕所，你可以去上没关系啊。好，妹子走出来了，哎，欸，不是妹子走出来，那个妹子走进去了。哦，这个地方其实demo 玩过，所以我觉得不怎么恐怖啦，我倒觉得还好，还可以啦。我们快离开这鬼地方啊！这是卡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三不五时卡顿，爽啊！还可以吧？欸，之前我记得这里是垃圾桶袋，垃圾袋左右，怎么现在变成哑铃这种东西啊？怎么现在变成这种东西？它的更新都变好多，哦，更新变好多，哦，堵住了，继续练手速是不是？我好紧张啊，所以我只好一直摇摆。啊，这边是拿那个剪子，那个叫什么的油压剪，
这个我知道，他前面根本就一模一样嘛。哦哦，我来吧。哦哦哦，快点快点，大大他来了，他来了，快点快点快！卡屁卡哦，不要在做切换的时候给我卡顿呐、啊！这个优化做的是实在是太棒了，他应该不会跟来。哎，我看到他走进去了。血缘诅咒，到底是我电脑问题，还是这个游戏优化很差？我现在开始在怀疑我，每转一个地方稍微就卡顿一下，是怎么回事？是不是？对啊，那转个弯就噔就停在那边，在停什么东西的、啊？我觉得这边，对啊，这边是个闪电侠 ，demo 版的闪电侠也在、欸，根本原封不动啊，没什么太大的改变了，没变多少。我记得我还可以躲在这个瓮里面，而且如果我 shift 跑步的话，会卡，有这种道理啊、喔、，shift 跑步会卡顿，稍微啦，稍微会卡顿一下。什么奇怪的声音？谁这边吐啊？不要吐好不好？优化卡顿增加难度，真的。其实目前还没有让我有吓到的感觉啊。我必须说，这个地方我之前就玩过了，所以我觉得还行，还行。我记得是要去找个那个耙子。只不过爬子在哪里不知道而已啊。虚不特又卡了，卡成小。这个需要用那个爬子把它破坏掉。我看到他了，他把门打开了，那我们意味着我们可以走这边。哎，干老师，关山小，在关山小，这是小人哎、欸。这种泰国式的这种祭拜的东西就在这里，是吧？是吧？巫师拆电话纸啊的电话纸条01612758:8:DUD::好。铁钉穿肚的巫术，哇！好，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女鬼她是中了巫术，所以说她肚子里面都是钉子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拿了，我们最好躲一下，因为女鬼要来了。下来吃啥啥？她宿醉了，她把钉子吐出来。啊，有卡吗？好啦，吐完了，吐好吐满，有点怕哦。平常心，平常心。如果我现在靠近他，他会不会杀我啊？我现在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只是，完了，死定了。哎、欸、，Hello， 我靠，他真的会过来看我啊！哎、欸，要不要学那个什么《绝命精神病院》这种上下大法，他就不会靠近我了。不知道这个游戏行不行得通哦？不能太靠近哎、欸，会被他发现啊、哦！啊，去下一扇门了。原来手上拿美工刀吓人啊，大大。我、很生气哎、欸！噔噔噔
我现在已经有那个耙子了嘛，我可以，不是这里啊，走错路了，大大，是前面呐、啊，看走错边了啦，不要闹，大大，走错边了，这里，快点，把它弄破，非常好，使用念动力来开这个木板。原来我有超能力，太棒了！这里很危险，赶快找到出口。好哦，啊，一紧张又开始了，玩手电筒。我看到在对面了，就盾了，卡三小、哦。门开了还是门关了、啊？为什么会有蛇啊？这是蛇吗？他们泰国这种祭拜的东西都好奇怪哦。泰国恐怖游戏。哎、欸，聊天室都坏了，干烦哎。其实我想要用另外一种聊天室，但是那另外一种聊天室，它的字体是墙纸，是黑色的，所以说很困扰，各种困扰。这个直播软体说好用也没多好用啦，但是也没有比它更好用的。这什么？诡异的娃娃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内容，两个娃娃拥抱在一起，缠绵。我们背对背拥抱，我靠，他这个拥抱看起来也实在是，好像在做爱做的事情啊。烙印魔咒之术，烙印魔咒是邪术的一种，一种邪门的迷信，将两个娃娃绑在一起，使出他们坠入情网。哦，原来他们两个干嘛抱起来，看起来特别的猥亵啊。一只娃娃代表男人，另一只代表女人。啊，不然你以为男人跟男人啊？做法：使用木土制成两个人偶娃娃啊，并将对方的人象征啊，个人象征，比如说头发或者是眉毛之类的，放到娃娃里面啊，像指甲和头发之后，使用死者身上的这个金线将两个娃娃绑在一起啊，反正就是巫毒仪式嘛。好的。好哦，好哦，我觉得他要来了啊！干，跟老师，干，Hello，今天天气好吗？妈 的，三小啊！妈的，叫三小！你可以不要发出这种猥亵的声音吗？现在这种时候，你还有心情猥亵？我都没有这个心情了，你知道吗？不要这样子，正经一点，正经做事吧你。我记得这边会有一段剧情啊，你在告真相嘛？总不能，什么声音？哦，是要先按这个啦。你真的是很会哦。他用他的大姨妈穿墙术穿过来了。哎、欸，还好我不是躲那里，不然我就被他发现了。
这就类似像是什么玩躲猫猫，你知道吗？它这个气氛有点沿用像那个《绝命精神病院》那种感觉，《绝命精神病院》嘛，也是一样躲柜子啊，是吧？还在吗？哎，我听到他，我听到他还在玩他的美工刀的声音。我先躲进去好了，这才是明智之举。他还在啊！安安，各位早。Hello，要剪精华吗？会吧，或者是你，如果你们觉得某些地方蛮好笑，你们要剪也是可以啊。对啊，欢迎提供精华。哦，其实我是蛮懒得剪的。哎，是我错觉还是怎样？我一直听到他美工刀的声音，但是他没有过来。哦，他走进去了啊，难怪。所以说我还是要进去啊，是吧？按楼门，按楼，哦，按住右键，可以偷瞄。我要怎么偷瞄啊？按住右键，你这个偷瞄怎么按呐、啊？上下左右，这只是一个横向的移动方式而已，怎么偷瞄？哪里有偷瞄的功能啊？我觉得这边为了拿那个保险丝，所以说我必须要绕过去，就是这个坏掉了。啊，他说要换掉一个新的保险丝后才能逃出去，然后逃出去之后，这个 demo 就结束了。啊、哦，不过现在是正式版，所以说我们可以大概至少玩2个小时左右有了。Oh my god! Oh my! 嗨，我现在觉得不是很好，我干，只能凭感觉走了，好不好？我看他在那里了。哎，sexy pretty girl，他叫无家可归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就成天在那边晃来晃去，拿着美工刀吓人，自以为是中二屁孩王，以为这样拿着美工刀很屌。哪来的？操！我要回头，我先等他走到最左边那个地方，好不好？等他，哎，他在那里死都不走啊！不行，这样啦，你这样很不优哦。耶，我过来了，太爽啦！他没看见我，Hell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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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，转弯，快点，快点，Yeah baby，耶，大成功！哎，不要又够晃动卡顿，好，拿到保险丝了。躲，行弟，等一下那个手刀有没有？然后女鬼手刀式奔跑，直接跑过来要杀了你这样子。东西在厕所，没有吧？我记得之前 demo 在厕所找不到任何东西耶、欸，东西在这里。你说的东西可能是？一些收集道具在厕所吧。
我觉得我可以不用去拿那个东西，我没差吧？看过老吴的，老吴的是 demo， 我的是正式版。啊，这现在这个是正式版，你以为是 demo 吗？不是哦，这次的是正式版本哦，它还有很后面的剧情哦。啊，我觉得我应该是台湾第一个冲直播冲这款游戏的人吧，应该没有人跟我同时冲一样的游戏吧，应该是说第一个冲这个正式版本的直播的人，所以他出去了没有啦？啊，他出去了。Hey man， 好，他没有发现我。好了，可以走了。快点！他走那边去。有了。赶快回去装。快点！关门。有了，换了。我觉得。等一下，应该还会再一波。趁现在，我觉得他等一下会再出来。我先躲了。老头的比老吴好看，两边不一样的风格，好不好？无从做比较。好，我们刚是打开了嘛，我们可以走了。快点！然后就哦，干，他要追来，快点！他等一下从大姨妈出来了。不要卡啦！这干嘛？护身符可以干嘛？小型圆筒状的护身符，一般泰国男士相信可以保平安，用来招募女性爱慕的好人缘。那我应该带个十串，我就可以招募十倍的女人缘。啊，我觉得下次去泰国，我买大概买十串带在身上好了。太好了，好了，这家伙要出现了。为什么他没有？哎。哎 ！Master Damage！ Oh my God！ 过来！呀！冲啊！呜！快点！不忘继续玩我的手电筒。啊！等一下，为什么直接拿刀？哇！现在怎么情形？我靠！我居然受伤了。这个跟 demo 完全不同我要怎么出去啊？我出去。盖这三小，你要十倍女人缘干嘛啊？没有啊，就十倍女人缘感觉蛮爽的啊，就还蛮爽的，你知道吗？就走到路上，大概会有十分之一会跟女人跑过来跟你搭讪，对不对？哦，就不用那么麻烦了，还要跑去搭讪别人。现在流行，对不对？戴手环。啊，女人自己过来搭讪我多好啊！零乘以十还是零？别这样嘛，至少给我一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零实在太可悲了，什么都没有。你看 loading 真的很慢这游戏，我都可以跑去撒一泡尿再回来，有没有？十只鬼跑来捅你。带十个手环，十只鬼跑过来捅我，你不觉得女人太多很麻烦吗？可能就是因为没有过嘛，所以不觉得。所以可能套用在那种女人缘比较好的人身上会觉得麻烦。对我来讲，我还蛮需要的。然后电话响了，然后呢，我现在眼睛也睁不开。哎呦！Hey Tim, it's Dew. Tim, what's up with you, man? I haven't seen you in ages. 你人都消失了。Hope you're doing well. Oh, call me back so I know you're not. 如果你还活着，不要忘记打电话给我。看，讲的好像我三不五时又往生了一样。为什么？原来我一整夜都在这里面缠绵，然后梦了一个噩梦，从那边爬出来，然后睡醒了。就昨晚喝太多挂掉是吧？网络又开始卡了。这卡屁哦！等下我看到底会卡是什么、啊？我自己也关掉了、啊，算了，不管了。
还是说，哎，他这里不能直接设定游戏的画面哎，而且我怕等一下没有存档，我想说直接在这里设定游戏的那个解析度说，不然的话走几步卡一下是怎样？看不到我自己，其实我就是鬼吧？哎，连自己长相都没有了，所以我才是这游戏的鬼女鬼女主角吧？啊，这什么？神秘的照片碎片。哦，这里可能是收集品、彩蛋之类的。优化是赞没错啦，但是，哦，优化是赞没错，没有错，没错。我知道你在反讽，表示你电脑该死，不可能啊！哎，怎么可能啊？再怎么讲，我电脑还是个一个不错的一个配备吧，这还要再升级啊、哦！好啦，我承认我的 IC 这一颗 CPU 才有4核心而已，好不好？还蛮弱的，我考虑给它充个10核心。那、啊、为什么手电筒还在啦？你们看到周杰伦？周杰伦跟他的昆凌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还蛮正的呢。哇，羡慕！哇，也太羡慕了吧！为什么可以这样子？这是什么？国家警局每日报告档案，警察局北南府，北南府，名字还蛮好玩的。县府警察局总部区域整理室2013年，巴拉巴拉。哦，提姆先生是我吧？他在讲我，所以我的绰号叫提姆，居住于这个北兰巴纳分区第6社区门牌12号，到警察局报案。当他在2014年11月9日大约凌晨3:30回家时，发现妮塔林雅女士已失踪，到现在仍无法找到。哦，感谢小喵城的赞助，阿里嘎多哥扎伊马斯。啊，这样子我们就有2个订阅者了，我们就可以开贴图了。所以说呢，晚一点我关台，我会叫刘莹帮我画2张订阅者的贴图，到时候你们就可以使用了，好不好？太好了，终于可以使用他们2个。感谢我们的小喵陈，应该这样念过来，应该是陈小喵吧，对不对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耶，有贴图了。刚刚老头，我是小夫哦，原来是小夫哦。第8代处理器 i7 有6核心，我打算想要买 i9 啦，但是很蛮贵的，45万左右。反正这现在就是讲说他们的那个妮塔林雅女士已经失踪了嘛，就是不见了。所以说我们就是有去报案就对了啦，就是一个失踪的概念。什么意思？简可能在这个名单中，什么意思啊？联系的人，我刚刚拿到这个，可是这怎么用我不知道，没写。学生的灵魂，哎，他这不能使选择。哦，他这边会有这个一些有的没的，每日报告。算了，不管，我们去别的地方看一下好了。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又是日记啊、哦！前天晚上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，诡异到很真实，感觉某些事、某些人一直压迫着我，这种感觉非常的痛苦，要夺了我的命一般，终于逃出来了。到了尽头，看见光明之后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后面没有比这更毛骨悚然，我看到了什么？一切是否都很好呢？嗨，简，啊，所以我是提姆嘛？那简是谁啊？简是刚刚打电话给我的那一位吗？这画面做超真实的，哎、欸，这个游戏支援 VR， 你知道吗？这游戏支援 VR 哦，没在跟你开玩笑哦。把它翻起来是能干嘛？
是那个女鬼吗？不知道哎、欸。不过她说她失踪了就对了。更新升级不完的节奏，你说电脑没有错啊？简不是你老婆吗？哎、欸，对哦，抱歉，我失忆症了。简是我老婆啦，我都忘记了。可是他听起来就好像是男的名字啊，打下电话好了。Hey Tim, it's Dew. Dew. What's up? Dew. I haven't seen you in ages. Hope you're doing well. Call me back so I know you're not dead. 那我们可以直接打给他啊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不拿起电话直接打给他 hey, ？It's Dew. What's up with you, man?I haven't seen you in ages. 哎、欸，为什么这里全部都是绳子啊 ？Hope you're doing well. Call me back so I know you're not dead. 我是怎样啊？结界是吧？重生把前鬼还你原形。你看这边还有可口可乐，哎，都变红色的。哎、欸，我可以看电视吗？还是我在坐在这边打 PS 4好了？出不去。跟鬼讲话，珍妮，哦，翻成珍、简或是珍，应该都行吧？那女鬼怎么死的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我觉得你出去外面又要回到原本的地方了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想要住到这个家，感觉好美哦。该买房子了。哇，好可爱哦、喔！这个画风，这应该是我老婆的日记。2012年，是前面、哦、我有事情要说。今天真是开心的一天，因为我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。老实说，应该是属于提姆的，就是我，因为这是提姆自己辛苦努力赚来的，太开心了。提姆还有我说，这栋房子是我们结婚一周年的礼物，是不是很甜蜜啊？即使如此，我也真的很感谢提姆和我，真的很爱你。耶、yeah, ，我也爱你 ，I love you。简的房间，居然不能进去突袭。哦，开门了，这应该是我的房间吧？DVD 还开着。哎、欸，这吉他可以弹吗？不行，人太多了。叮叮叮！闭嘴！怎么把它关掉？你看我看不见我自己了。其实我才是鬼吧？哎、欸，啊，我到底要干嘛？我在这里已经周旋了快半个小时了、欸。打不开啊！我们是不是要找到他的钥匙啊？他钥匙到底在哪里啊？住久了会全身酸痛吧？坐在你肩膀上，干，吓死人了！不要这样，很恐怖哎、欸！小鬼坐在你的肩膀上面，就跟你讲说，哎呀，最近肩膀有一边超酸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不瞒您说，我也这么觉得，还蛮酸的。哦，我都看见你的肩膀上面怎么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压着你啊！好恐怖啊！哇，这枚好漂亮啊！所以我说那个钥匙呢？名单上找到联系人，但重点是他不让我看，我要怎么找到联系人？尽可能和这张名单中的人联系。这名单我拿不起了，我看不到。干，在玩什么啊 ？Hey Tim， 好，可以了，闭嘴。必须打开房门的钥匙，房那个简的房门。Hope you're doing well.Call me back so I know you're not dead. 钥匙在哪里啊？来晚了吗？还没。
大概开了半小时有了吧，感觉有点害怕，怕又回去原本的地方。我跟你讲啦，这游戏一定会要你回去的啦，我就不相信游戏的时间这么的短，绝对不可能这么短，不可能这么短啦，没有理由这么短啦，都花400多块了，你还给我玩这么短？卡关了、欸，黑名。还是我现在手上有什么东西可以用啊？这个护身符也完全没有什么作用啊！这保平安，增加女人缘啊！啊，任务是要我打开简的房门啊，重点就是我没有东西怎么开？北兰派出所啊，这个是简的照片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他又倒了？为什么？刚刚才翻过位，他又倒了，是怎么回事？可以这样倒了又倒，倒了又倒吗？啊，感谢这个新的赞助者夷陵，阿里嘎多哥来嘛，阿里嘎多。你看到这个有没有觉得很温馨？我们以前吃饭的时候就会用这个网子，防止那个苍蝇飞进去，有没有？你看还有这个饭锅。啊，你看那种罐头食品，啊，你们都会抽一耳。其实这个是住家模拟器，享受在家里生活的感觉。然后你可以三不五时换一下高级的房门，这样子，啊，那个高级的这个房屋，啊，任君挑选。这根本不是什么恐怖游戏，你们都错了。啊，我觉得我还蛮喜欢这个家的，感觉还蛮舒适的，有没有？要好几年才能站住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这房子门后有影子。怎么办？我觉得一定是在这附近有什么东西要我们去做。可是把这关掉哦，把它关掉。要被自己困在自己家里的感受是什么？就是这种感受。我被自己困在自己家里面出不去了，真是太讽刺了。电话，这不能按掉啊，什么都没有。电风扇，电风扇，没什么屁用。一楼刚刚那一间，我去一楼那间再看一次好了。这个吗？这什么东西啊？2000 years later， 多这一尊佛像吗？可口可乐啊！有人说在床头边，那边右边第二层，右边的第二层，干你老师欸，哪个白痴把钥匙放在这种北西的地方啊？你现在在跟我开玩笑？干，这个游戏这是消磨人的耐心哦，我是说真的哦，这
是谁那个白痴把钥匙放那里啊？干，真的超愤的哎！算了，进入正题。那个白痴，哎呦，怎么了？哇，我老婆。What are you doing here？ 耶，好正啊！ I'm just writing。在写日记啊。Can I take a look？ 先别管日记了，我们可以办点正事吗 ？Get out of here。OK。日记是个人隐私，好吧，我们可以现在可以看他的日记了。2013年4月28日，啊，这些症状越来越糟糕了，还是我自己觉得，一会看到这个，一会看到那个，把他想的越来越严重，严重到觉得不知有谁在家里，有时觉得，不管白天晚上都会有人盯着我看。加上总觉得楼下的这个房间里怪怪的，天哪，这有这么困难吗？啊，真为了提姆，你要会照顾自己。想想也奇怪，日记时这样对自己说，然后他这个是日记的背面，背面是写着说，现在提姆也还没回来啊，那哪也不能去，应该找提姆哪一天一起去行善。说不定做善事之后会变好一点。这是什么？觉得最近自己总是迷迷糊糊的。我很确定自己把电话放在厨房，之后怎么都找不到。后来竟然发现电话在自己房间里面。我一直跟自己说我是记得的，简，还是你最近压力太大？哦，就是他老婆现在开始记忆力衰退了，就是了。另外，我总觉得我最近休息不足是什么的，总觉得呢，最近看到奇怪的东西，加上电视上也开始出现一些故障，讯号不稳，啊，直到影响我无法好好做事。突然有时会从电视机嘶嘶声中听到葬礼仪式的经文，啊，这也太毛骨悚然了。好，好，白色小熊。你知道我快要被这游戏的，应该是我的耐心快要被这游戏给消磨了。谁会把钥匙放在那个地方？哒哒，谁会找这么仔细？哒哒，哒哒，不要这样子啊，哒哒。你不要跟我讲说到时候连找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还要这样子找，妈直接把你打爆，没有啦，打爆是我萤幕咧，我萤幕爆掉什么都没了，还是不要这么做好了。就是你老公盯着你看，这游戏有中文，真的没有中文，我觉得应该是玩到飞天的吧。哎，这门打不开哎，所以说我拿完日记之后，我就可以出去了，是吧？好，我觉得出去应该会发生一些事情。你放心啦，卡关的部分我一定会剪掉的，然后再上传到 YouTube 啦，这点你们不用担心。好，我们拿到了剪的日记之后，那边的门打不开嘛。对吧？被这个神秘的绳索给包覆着，是吧？啊，那我们现在可以就是去一楼，啊，我相信一楼一定会有什么事情发生，也说不定啊。哎、欸，安安你好，安安你好，怎么又盖起来了？哎、欸，不一样嘞，这个线。哎、欸，这个线怎么牵下来了？哇！叫春啊！哇，我要爬回去了，要进入异世界了。一个刚开始就卡这么久，我觉得到时候我看别人的影片，一定也有人卡超久的，绝对会有人卡很久。如果没有提示的话，这声音好靠北哦！啊，やめて，やめ。冥界的入口，这给我感觉像是那个以前《沉默之丘》，就是有那个《沉默之丘》不是有异世界跟现实世界那种意思，你知道吗？在自己的房子里面，然后透过什么东西出去，然后就会到异世界。然后之后再回来就变成原本的世界，然后原本世界就会稍微变得不太一样，这样子感觉很像是这种模式在操作啊。
那个女鬼其实是你老婆，真的吗？哎，啊，怎么读这么久啊？这游戏被戴绿帽，靠北！哇，这真要读好久啊！这游戏，我是觉得他把画面做得很棒，没错，但是光是读取这个就是要扣分了，然后还有找道具的部分。对啊，因为我刚刚稍微也很认真的读了一下周边的一些信件，他也没有讲说他们把钥匙藏在哪里，好像没有提到吧？他们好像没有提到说钥匙放哪里吧？而是要你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的去找，欸，太夸张了。已经过了1分钟了，还没读取好，然后现在才出现 loading 是怎样？钥匙那个真的很令人恼怒，真的要是，我觉得不管是谁啦，会觉得这莫名其妙吧？啊，我一醒来就在这里了，这不是之前在爬通风管的地方吗？为什么我又回来同一个地方？啊，抓奸在床！可恶，是哪一个小王跟你啊？是哪个小王跟你搞这种有的没的啊？死定了！我决定要跟你离婚，绝对！我决定要跟你离婚。哎呦，不要弄，不要那种咳嗽的声音，好不好？看现在是怎样啊？哎，他现在不能跑，他走路超慢的，走路超慢。快点，上来上来！哦，可以了。我们还是稍微照一下好了。OK，那有那个，是那个三小。这不能开。我有点受不了，真想调画质，每走几步卡几次这样子。靠，这个墙壁上是怎么回事啊？通通都是老人。简的日记，这真的非常不对劲。这次我很确定我在熟睡中，但为何我起来之后在破旧的木屋里面？外面的可怕阴影到底是什么？我从来没看过这么巨大的阴影。但这次我从自己的梦中脱离，然后在自己的房间中醒来，是怎么一回事？我也跟简一样，跟我老婆有一样的情形呢，一模一样的情形。但是怎样啊？就是讲，这是历代的海贼王。哦，三小，麦草，麦考，麦考，麦考，这是狼嚎吧？啊！共鸣了，共鸣了。这个红线在上面，好恐怖哦！看一下，什么都没有。这什么？可以拿吗？这个是那延长线。嗯，密码锁。尝试解锁。0078，哦，不然就是087嘛，087，嗯，啊，不然就是987，啊，放七，嗯，啊，这是历代的海贼王，这什么东西？有三种不同颜色的粉笔。颜色字迹的墙壁似乎表达了什么？哦，解谜哦！我知道这解什么，没关系，我们先周围稍微看一下，我大概知道这解谜是干嘛的。是怎样啊？哎呦，酷哦，团体合照，青少年的团体合照，我们要这照片能做什么东西？OK，好，我们稍微来数一下哦。做左边这一格红白色的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所以说第一个是七，第二个粉红色的话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
七八九，早知道我刚开始用七八九了，真的是，有没有九八七？如果我刚七八九，应该就开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刚刚照片后面有数字，不是吧？你看我这样开，我这样就开了，照片后面有数字，我看一下，按错了。后面有什么数字？没有啊，你看错了啦，没有数字啦，想太多了。好，Go。哦，哦，是可以呢。我觉得他现在这个泰国的这种物品啊，周遭啊，就很符合我们那种亚洲人那种。你看，像这种东西，像洗脸盆，这都是我们那种文化的一些产物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就感觉就好像生在干你三小啦，不要这样子哦，不要这样哦。哇，那个怎么会有红红的东西？红红的东西在飘欸。要开个门吗？可以开吗？不行。哇哦！哇哇哇哇哇哇！刚刚发生什么事了？哇！我靠！也太明显了吧！这个很明显哦。是怎样？在干嘛？洗脚脚用的吗？我上来了，我怎么感觉我又回来了？哎，这边地方不一样了。可以开灯吗？不行。披头士泰国的，所以这好像女朋友被打哎、欸。啊！火狼炮。啊！哎呦，外面那什么长脚叔叔，我靠，这个腿也太长了吧！根据警察局报道，局长计划逮捕在那个在耶稣通高速公路的飙车族。啊，飙车族，这边场景根本一模一样啊，只是照片变成收音机。干，我不想的预感哎。我真的他妈我不想预感。你开门吗？哎、欸，怎么又不一样了？这个是 PT 吧？那披头士，这个是流星花园，然后这个是5566，没错。这5566绝对受不了了，绝对是5566的，要开演唱会了。陪你去看流星雨，落在这泥鳅上，泥鳅落在地球上了。当你的泪落在我肩膀，我以为居然可以开门呢，什么声音？哎、欸、靠呗，这些是饿死鬼在吃饭吧？哎、欸，留一点给我啊，我也肚子饿了、啊。先看报纸啊，2002年，好久了、哦。老夫人遭偷袭与攻击，犯案者做法凶残。哦，邻居指出案发前一晚有激烈的争吵。3月8日，警方接到附近邻居的报案，一名金丹，这个金念金坦吧。金坦马拉派波啊，60岁的老妇人啊，被攻击到失去意识了，紧急送往医院啊。抱歉，手痒抓一下。警方怀疑超过3个嫌疑犯啊，还其中一位是受害者的儿子。
为什么嫌疑犯跟受害者儿子有关？可能是他儿子想要诈财吧，把他老妈给把老妈给打死，有没有？诈保。好的，详情请看第13页。没得看了。哎，分我一点啊！该不会有哈士奇出没吧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我看到我阿嬷家的酱菜缸，石种来的，东京石种。哎、欸，这可以下去吗？哎、欸，不行，哎、欸，这桌子可以用哎、欸。啊！干 ！What the fuck me？ What the fuck is that？ 干你娘嘞！我可以存档吗？干！我会回来的，把我的都拿回来。干，冲山小哦。